今天是2016年，哇，9月17号晚上的6:40，你看，它先烘干干的，脆脆的。嗯，也想剥皮啊！哎，等一下才是真正的烤肉。也皮，这边是咸汤嘞，没有剥皮。有皮啊！咸的有毛了。啤酒。对，啤酒。看这个烤了。对，现在才开始。不用，5分钟。前我们有没有剥皮？嗯。那么快？好，烤这个很快。是、啊。哎，对。哎，你的烤灰啊，但是你家都破啊。哎呀，你们说不定还在家里，我就已经在这边，已经做了。对了，在这边做了。雅芝。哎，前置作业已经久了。跟我们6月份那个烤乳猪不一样。等一下会让你们吃到惊艳。我在这边讲哦，不好吃我立刻扛走，不收费啊。不好吃不要收费。哎，对哦，立刻扛走。专门在烤肉不好吃，我们这个不是专门烤肉，这个烤肉讲实话啊。专门的。重新再来一遍，我们羊只有两刀而已呢，这个两刀没有处理好的话，它的整只从头到尾都是羊骚味。对啊，羊骚味不是讲因为无清洁羊骚味。哦，会烤跟不会烤就这三代的。哦，差那个啊，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撒料，这个撒料也是很重要。他用夯的那个木头，那木头也不是特别的木头，来介绍一下。我们的木头啊，我们是混搭的啊，有尤加利，有樟木，这香啊，哎，有龙眼树，然后它各有它的用处哦。樟木它会香啊，然后我们所谓尤加利它会驱蚊。气温哎，对，我们在烤的时候，那个蚊子不会来骚扰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龙眼跟奶鸡，它就是香，跟它的碳的温度。其实我们烤都不没有这样，随便烤。刚刚专业的人。对啊，我们上次烤的大家比那边好几遍了。吃到你有放电锅看一下，蚊子啊！对啊，那天我们好多哦。哎呀，头回去啊！哎，上次我们连皮都吃了。猪啊，那个都不是羊啊。猪的味道。头回去啊，真好。羊的味道。猪羊变色了啊！变色，但是不会。对，但是我们忘记了啦。那个烤猪烤羊也是一样烤啊，怎么吃啊？对，我们这样还在下去哦。还是在做。哇塞！正在技术的展现了。来介绍一下卡撒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了。原料，秘密的佐料，这提味的。秘密的武器了。不好吃免钱就是这个。对。没有这个，这人就不好吃的了。再来。如果你把我藏起来的话，我会认输哦。哦。这个就是凡在病菌里，你都会再来的。
明年我再去试冒一下。这里不是胡椒，也不是辣椒。那你去试看看啊。我们看看味道就知道了。对，香香味的。所以鸡肉一只要用一罐的哦。所以你看这个粉，它多么重要哦。我们这样的刀法是要它的纤维先断掉啊啊，那我们在烤的时候，它才不会缩得太快，缩得太快的话，它的肉就会硬掉了，有点像孜然的味道。这个就跟我们的手法也有很大的关系。烤的太老了都不好吃了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哇，今天已经是秘密大公开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不会学，我们这个也学不来。学不来啊？对。专门给你们赚的。对对，没错。那么厉害的啦。我们这眼睛看一看他，多了解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如果说都不讲话，你们也觉得没意思。对呀，现在切这个要切筋哦，才不会硬，这要断筋。好，各位请期待五分钟。五分钟后香味就出来了哈。更好吃，多一分钟也没关系的。多一分钟。老板，你先来一张，来拍一张，快点。OK。这个头朝外，等一下，头朝外，这样。哦，有习俗的，你知道吗？头朝外。再等五分钟。好，在五分钟后，我们再来看第二回合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幸福台湾微笑澎湖烤全羊全纪录，2016年9月17号。